这种柴烧的这个苦瓜也是最好吃的。我买。它这苦瓜它的肚子，它的内脏苦苦的，所以我们建议不要吃它的肚子哦，除非是那种很常吃苦。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要，我一个人要野营的地方哦。那在一个深山里面呢，刚才其实我已经走了两个小时进来了，这样，然后就把前面的影片简化。那就以前就很想要这样体验一下一个人来露营的感觉哦。那我们就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吧。好，那我们最后选择了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小的沙滩地来做我们来做我这个睡觉的地方，就这里。那什么就是，有了百万游泳池，个人游泳池。那等一下我这边扎营哦。我就搭好我的这个睡觉的地方哦，就在这个大石壁的下面。那我们以前长辈啊，他就会在这个像洞穴啊或者石壁下面休息，然后再去抓捕这个猎物。那我今天就跟着传统，在这个石壁下，他雨直接到前面那边的，现在他不会到这个里面这里。那所以这边就可以铺那个睡袋、起火，然后煮东西。来帮我的装备，露营装备跟那个溯溪的装备这样。那刚刚就去捡木头这样，然后就找到了来做一个人的野营哦。其实是西景第一排啊，放在。
哦，那我现在大概七八点左右，那我等一下换装，那我去抓我等一下要吃的鱼哦，晚餐跟明天的早餐哦，下水吧，你看。
好，那我们现在就抓到鱼，然后现在在烤生火烤鱼这样，然后就这样出来吃这个刚打到的鱼肉这样，就加点意大利香料跟盐巴就可以吃，然后把它烤到焦黄色啊，金黄色呢就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野味料理哦。那现在就是准备等它好，等它熟哦。那这个苦花鱼烤到这种金黄色的时候是最好吃哦。那我刚才加了意大利香料跟盐巴，来开吃吧。很香哦。哇，这种柴烧的这个苦花鱼是最好吃的。好吗？它这苦瓜它的肚子，它的内脏苦苦的，所以我们建议不要吃它的肚子哦，除非是那种很常吃苦的人，很常吃苦味的那个食物的人哦，要么就只吃它的肉。那老人家把这个拿苦瓜去煮鱼汤啊。好吃。那想要玩这个美味的早餐的，那其实一个人来演也不错啊。然后就抓鱼，然后烤鱼这样，然后一早起来就看到那个大景啊，超美的，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野外的体验哦。那大家其实也可以试试看一个人啊，就不要到那么深山，可以到附近一点的比较没什么人的地方来做这个野营动作，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户外体验这样。然后就会跟自己对话。OK， 那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哦，等一下就收拾东西。